Long time no see, Mr. Nage. 哎呀，艾薇儿小姐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来杯咖啡吧。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高纯度海洛因，质量上乘。Yeah, this one is good. It's my pleasure to cooperate with you for so long time. 你满意就好。艾薇儿小姐，合作愉快。你已经被捕了，靠，是群娘们儿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知道抓你的人是谁吗？抓你我们之前的买家差不多都被藤浩他们给抢走了，现在囤积的货是越来越多，我们的情况很不乐观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采取些措施，将藤浩这帮人彻底铲除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今晚就行动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做事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相信老板在的话他也会那么做的。现在我是老板，以后按照我的意思来。
去喝喝水。是。咱们的天下了，以前看纳康脸吃饭，以后老子谁都不看了。纳康这个吝啬鬼，老子早就想他妈杀了他了，竟然被几个娘们给插了。你可得小心身边的娘们，没准哪个就是美人鱼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这美人鱼的尾巴有多长。来来来，一个啊，我走个肾，你们继续啊！瞧你那点出息，快点回来啊！两位哥哥，纳康的弟弟纳赛还活着，他成不了气候，他就是一条丧家犬。几位哥哥不够意思啊！吃饭你不叫，难道想把我那一份也吃了？来人，把人三，老三，你无聊。吃火锅是不是得唱歌啊？我起个头，咱俩一起唱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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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咯叽，我们爱你。唱，唱，唱呀！哥哥哥，哥哥哥，哥哥哥，小孩都会，你不会。请问有什么指示吗？坏消息，毒枭纳康在押送途中被救走了。根据线人提供的可靠消息，纳康逃到了南部，更名为乌拉，准备尽快消除所有毒品，逃往欧洲。老板，而你妹妹杨田也在押送队伍里，生死不明。现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任务还得继续。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。以上就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。喂，哪位 ？Moment， 好，我马上就到。
司的任务是缉拿毒品集团的大毒枭乌拉。此人从制毒方式到贩毒过程都非常的老练，而且贩毒网络极其庞大，发展极快。大家请看大屏幕，这是我们目前现在所得到的线索：乌拉的中间人吕宋及其手下郎哲。这个吕宋呢，主要帮乌拉验证买家的身份，而这个郎哲主要帮吕宋提供买家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从郎哲入手？给我来两杯威士忌。郎哲，我先去控制住他，你去通知其他人进来接应我。需要去找一名线人，他化名乌鸦，他会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线索信息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我不救你的话，你早被拖出去了。哎呦！哇，怎么了？快走！你慢点，姑娘，我腿疼。哎，你慢点，你。这都什么情况？不是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？就把你们老大自己撇在这儿，刚才要不我，你们老大就……不是，哎！那个人就是郎哲，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他。你们也不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人多眼杂，各种势力都有。哪那么多废话？有这矿，早把人都抓了。你告诉我怎么抓呀？哎，在他小弟面前就直接硬生生把人抢走？你还真是直男癌，现在谁还使用武力啊？今天呀，就让你看看姐的魅力。丽丝，臭娘们，我劝你们把我放了。喜欢吗？喜欢啊。那就配合我，问你什么说什么。
好啊。你是怎么和乌拉联系的？你们原来是要知道乌拉的消息啊？这样，你陪我睡一宿，我兴许会告诉你。细皮嫩肉，挺有劲儿啊。朗哲的交代，乌拉的中间人是吕宋。我们想要见到乌拉，首先必须要通过吕宋这一关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吕宋的信任呢？利用朗哲呀。想用抓朗哲的方法来抓吕宋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且不说吕宋好不好色，他从来不会随意出入他不熟悉的场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朗哲是一个好色之徒吧，那他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珍爱他的敏根子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哎，我不都说了听你们的吗？我一切都听你们的，都听你们的。你死哪儿去了？电话不接，人也找不到。哦，我给您找买家去了。这位是厉老板，这位是吕宋先生。吕宋先生，初次见面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他妈瞎吗？敢带几个条子来见我？如果你乖乖听话的话，我还能保证你是一个完整的男人。不然的话，砰！大哥，我查过了，他们不是条子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行不行？帮了你，我还能保证你是一个完整的男。我们诚心诚意来做交易，你却怀疑我们，跟你做生意，我非常不开心。既然彼此之间没有信任，这个生意不做也罢。这样的大哥，你还要继续跟着他吗？我劝你另谋出路。等等，厉老板，你误会了。现在生意不好做，国际刑警查得又严。厉老板大人大量，我为我刚才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
就看吕纵先生的诚意了。李老板，我这有两袋上乘的货，只是纯度稍稍有点不一样。李老板，检验一下，看看哪一袋是你想要的。我们老板只会做生意，试毒这种事儿，我来。一样，你确定？话一出口，可就收不回来了。确定。一样。好，咱们的生意继续谈下去。对于交易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厉老板，请讲。我要跟乌拉先生当面交易。你为什么要当面和乌拉先生交易？我能消化掉乌拉先生全部的货源，只有见到他本人，我才能安心。大笔买卖要给你汇报一下，找上门的这个女老板财力十分雄厚，声称能买断你所有的货源。可靠吗？可靠，我都检验过了。买家是个女的？对，是个女的。这年纪轻轻的，长得还挺漂亮。这么大的量，他们能吃得下吗？据我了解啊，他们实力挺雄厚的。他们对交易有什么要求吗？他说，唯一的要求，就是要当面和你交易，任何人都不行。老板，这次是新买家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肯定有诈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看咱们的交易时间和地点。那我先回去了，等您消息。老板，你觉得这次交易有什么问题吗？是的，能消化我们这么大货源的买家，我们竟然不知道，而且他们要求和您当面交易，现在国际刑警又查得紧，会不会是？带走。听说李宋给咱们找了个大买家，
据说还可以消化我们所有的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就不用冒险再找新的买家了啊。哥，你怀疑他？你该不会是被上次那几个臭娘们儿吓着了？人家的能信，抓你的人是美女战队。你要不是我亲弟弟，我现在就掐死你。你来，多备点人手，以防有诈。你是要亲自去交易吗？哥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齐夏、夏婷、乌鸦，你们三个人跟我进入交易现场。齐夏，把你的迷你炸弹装进钱箱，看准时机，随时引爆。沙律，负责外部狙击，以炸弹燃爆为信号，清理敌方外部至高火力点的火力。莉莉丝，看准时机，随时准备突围接应我们，我们务必保证活捉乌拉。是。这位美女就是厉老板吧？在下乌拉。你们不守信用啊？几个意思啊？我的要求是和乌拉先生当面交易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乌拉？既然我有能力消化掉你们全部的货源，我就有能力知道你们全部的信息。既然你失信在先，我决定终止这次交易。走。艾哥，站住！对方是美人鱼战队，你带人先接应拿柴。是。
你别杀！不要杀！行了，给我带走。 美人鱼，好久不见！你终于出现了，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逃走了。先不要高兴的太早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走，云田。 这个礼物你还满意吧？我靠！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可没有那么些耐心等你们选择。三，罗美。二，罗美。一，不同意。我就知道你是识时务者。 大家刚刚看到这些照片，死者正是我们追缴的各位大毒枭。既然他们都死了，那岂不是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？不，还有一个人没有死。就在纳猜进入酒店之前，藤浩一个人去了洗手间，所以他免遭一劫。 据我们线人提供的信息，他现在已经逃到了2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。那我们直接去那村得了，把藤浩抓回来。不行，大家一起进村的话，我们的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。我和 Moment 化妆成游客混入村庄，这样的话目标小，不容易被暴露。
便于隐藏。好像不单只是为了便于隐藏吧？人家就想要单独相处的机会，你干嘛说出来？如果你们谁喜欢的话，我可以让出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这个 Big House。啊，我不去，我怕晕车。我的美容时间到了，我要去敷面膜。太尴尬了哈。不是那。老板，恒恒下落找着了吗？我买通了滕浩的一个亲信，他告诉我滕浩就藏在2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听老板的。马上派人去解决他。要不还是我亲自去吧，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。另外，之前的买家重新找上门来了，他们要求尽快交易。您看。很好。告诉他们，我们的价格提高20%。好，我立刻去安排。想起我老婆，她以前最爱听这首歌。你结婚了？你老婆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喂，老婆。你在哪儿？我在路上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正在往外走。啊，你出来了？那你慢点走，小心我们的宝宝。放心了，会照顾好你儿子的。喂，老婆，我看见你了，在这儿呢。老婆，孩子，那段时间过后，我整个人变得特别颓废，我不敢面对现实，每天借酒消愁，我不想让自己变得清醒，就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后来，丽找到了我，是她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希望，把我安插在这里，为国际刑警做线人，提供情报，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缉毒事业，铲除这么罪犯，不想让他们继续危害那些无辜的人。没想到，
你还有这么悲惨的经历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铲除这帮毒贩。出发吧。姐姐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今天以后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只要能跟着姐姐，每天都是好日子。那才今天有交易，你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国际刑警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孟门在吗？我美跟乌鸦去找唐昊了。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，我得到线报，纳才还活着，正准备潜逃，通知某某制定抓捕计划。今天下午，纳才会有最后一个交易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务必将纳才集团一网打尽。收到，我马上通知某某。钱放哪儿了？老子是不会告诉你。什么不说？有本事你弄死老子！是唐昊。打！你们两个出去看，还是打不到。这样，莉莉丝，你现在马上给某美发信息，等到待会有信号的时候，她应该可以收得到。嗯，机不可失，我们马上行动。好。那他的卧点在哪？慢点！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喂，好。知道了。行动。纳才不在，没有纳才。抓纳猜了。什么？他们去哪儿抓纳猜？我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喂，夏绿。墨美，夏提被纳猜抓走了。什么？老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？出乎你意料了是吗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你的老朋友美人鱼。
今天的交易有人透露给国际刑警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交易之前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和你还有买家知道。也就是说你也有通知国际刑警的嫌疑了？你怀疑我？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去，把他关起来。是。等等，你不是去找唐昊了吗？怎么那么快回来？我是怕交易出什么问题，所以等老板交易结束之后再去。怪不得我哥那么喜欢你。去吧。戴总，掐出水了！你叫，叫人都给他叫呀！来，让你的姐妹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闲的，来。跟你的姐妹打声招呼。Hello。你怎么个死变态？我就是个变态啊。猫妹，心疼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他的。我还等着你来救他的。跟我约你哦。畜生！王八蛋！卖用你所有的资源，把这孙子给我找着，不然我杀了你！够了！如果我知道大才躲在哪里，还有这么大费周折吗？都给我冷静一点！那才就是要激怒我们，让我们自乱阵脚。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美人鱼战队。就让我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要去面对。解救夏提的事，你有什么计划？猫妹，那才已经给了我们交易时间和地点，但他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你求我啊！如果说你的态度真诚的话，说不定我大发慈悲哦。猫妹，不能求他，不能求他。我
求你放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我求你放了他。你求我？你也有求我的一天呢。那才，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了他？把他捡起来，对着你的脑袋开一枪，我就放过他。那么容易，游戏刚刚开始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们所有美人鱼一个一个的死在你面前。把他们全部干掉。该留下的是你。你终于现身了。你现在才知道，好像太晚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跟了你们那么多年，你和你哥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。今天只要你死在这儿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看来你已经蓄谋已久了。哼，上次是你命大，这次你不会那么幸运了。哎呀，米兰呀，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比如说。对不起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你也没把我当人看。你死了，我就可以代替你，我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杀了他。
忘了。你也太可爱了，都把枪放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大家不要放这枪，他是个疯子。放下！这就对了嘛！你们不是美人鱼战队吗？你们不是无所不能吗？啊哈哈！娜猜，你放了他，我让你走。这么精彩的游戏，我怎么会走呢？我就喜欢看见你们生离死别的表情。大家把枪捡起来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墨美，你是想让所有人都死在这儿吗？捡起来！没事吧？